大家好，现在介绍一下这个跳棋机关。首先我们给这个机关上电，上电以后电磁所吸合。这个机关左边是三颗，右边是三颗绿色的棋子，左边是三颗红色的棋子。它的玩法就是将左边的跳到右边去，右边的全部跳到左边去。这个棋子它只能向前走一步，不能后退。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它的玩法。好，现在玩到这里，这一局肯定是死机了，不，肯定是死了。我们按下这个复键复位，我们再来演示一遍。好，通关以后电磁锁断电。长按这个复位键五秒，设备复位。设备复位以后电磁锁上电。这个是方明器版，同时我们还有音效版，遥控器版，遥控器可以调节音量的大小，可以直接跳关。然后我们店里面所有的设备它都安装了无线模块，也就是说这个设备通关以后可以直接通过无线信号触发下一个机关。好，谢谢大家。